到彼此的这个画像。画的过程当中，我会给你们提问题，当另一方在答的时候，你们要觉得他答的不对或者他答太过分，你就怼回去。就画现在吧。我们先来问王爷，王菲在剧组的哪一个瞬间让你有了休妻的想法？休妻的想法？没有，他怎么样我都喜欢。我们这一趴的主题是互怼。他问题他真的没有什么点让我觉得想休他，能换一个尖锐点的问题吗？王菲，你觉得王爷需要向他的情敌们学习的地方有哪些？他都没有怼我，我都不好意思怼他了。他的情敌是他自己呀。对呀、啊，情敌学习就是要像情敌一样帅，比如说另外一个我。需要学习的就是把胡子刮干净。胡子刮干净，情敌也没刮干净了。其实他是胡子长得太快了。对。王爷，如果让你对你的王妃说，嫁给我真是你三生有幸，你的底气足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能嫁给我是你的福气。是一个特别自恋的人，不是一个自恋的人，是有自知之明。那王妃，如果让你对王爷说，娶到我你就烧高香吧，你的底气足吗？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说。你还是找个地儿待着吧，也就我能受得了他。换个人，就他这性格，就是里面曲小谭这种性格，我觉得是个男的也受不了。多可爱啊！然后互相说一说彼此身上让自己最不能容忍的缺点。梁杰吧，他的缺点就是。每天就抱个水壶，就喝一天喝到底，看得我都想喝水。你觉得他最身上你最不能容忍的缺点是啥？太帅了。高了。他最不能容忍的地方是我，这他太低了，因为他平时看我都是这样，蹭一蹭，下边尖的，我看他啊，就这样的，就是嫌我肉多。但是每次拍戏的时候，导演都不要给我垫那个苹果箱。但其实我也并没有那么矮，但是一看就会以为我特别特别矮。在我眼里，一米七以下女孩都很矮。这一下把我怼到墙缝里了。哦，不行，眼睛画大。现在在画的这个画像，对方会喜欢吗？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，特别像。眼睛画大了，我改一下。我觉得他不太会喜欢。为啥呀？因为有点不好。纹理感，我在画这个，画画得认真一点。跟我们揭晓一下彼此的画像。就一模一样啊！你看啊，你先，你看，这个冠，看这还带个珠子。这个就是那个冠，这是头发。你看眼睛大大的，然后耳环，你看耳环的上面的细节都一样，多像啊！脸型大尖脸，大家不都喜欢这种大小脸、高鼻梁、大眼睛吗？标准的梁杰脸啊！要看我的了吗？其实这俩看的还挺像一对儿的。他都没给我画眼睛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本来要画眉毛的，结果可能跟我说着说着话，我忘了，我把它画成眼睛了。你看这个刘海，简直就是……不好意思，我刘海盖一半脸了。神复制。梁杰，我要动手了。然后他在我印象里面，嘴唇呢一般都是比较薄，五块，所以嘴唇也比较薄。十五。然后呢，鼻子二十，小而精。二十五，五十。一百，而且很简洁。五百，我唯一画的不好的，就是这个眼睛，因为一开始把它画的稍微大了一点，但是经过我的改良之后，我觉得还原度也是很高的，很高冷。